林青霞和女儿罕见同框，浪费好基因，网友母女颜值对比一言难尽。说起林青霞，是八九十年代惊艳了时光的一代女神，徐克说她的美可以延伸，金圣华谈她的美来自于真，琼瑶赞她的美是无其二，张淑萍则认为林青霞到老也会很美。林青霞灿烂了七十年到九十年代二十年的时光，在电影史上星光灿烂，是无数人心中的梦中情人。她美得不可方物，有著台湾美人之称，更被誉为东南亚第一美女。在曾经那个年代里，林青霞的美成了代名词，也是电影黄金时代不可或缺的符号。林青霞从1973年出演琼瑶的《窗外》，从而正式踏上电影旅途，进入演艺圈，开始她惊艳时光的岁月。整整二十年的时光，给人们留下来的是满满的回忆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《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》，一袭红衣，美得不可方物，将影片中不男不女的东方不败塑造得入木三分，成为至今都是不可超越的经典。林青霞之后再无东方不败，这对于林青霞的评价可谓是不一般。林青霞的演技深得观众的认可，从影二十多年获奖无数，塑造的经典角色更是让人铭记在心，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实属非凡。在事业巅峰之际，林青霞隐退娱乐圈，嫁人为妇。1994年6月29日嫁给身价百亿的香港商人邢理源。再次出现在众人的视线时，还是在2015年参加真人秀节目的时候，一袭红衣出场，让全场百号工作人员顿时鸦雀无声。虽然已经年近60岁的林青霞，举手投足之间依旧女神范十足，还是那么美，经过岁月的沉淀，反而显得更加儒雅温婉。林青霞嫁人之后为丈夫生了两个女儿，在前段时间林青霞出席品牌活动的时候带上了自己的女儿，平时鲜少见到林青霞和女儿同框，而这次的出现却让不少人大跌眼镜，对比林青霞和女儿的颜值，有很多网友表示不敢相信这就是林青霞的女儿。两人同穿黑色礼服，这时候的林青霞已经63岁了，和20几岁的女儿站一起毫无违和感，更像姐妹而不是母女了。而女儿的颜值真的一言难尽，网友都说真是浪费林青霞大好基因啊。